黑沙早、灯树早、地青早安、博龙早、康龙早，早安早安，大家早安。很确定。可以的，准备过去。蜗鱼，今天都不会下雨，今天都不会下雨。小平早，嘉兴早。我看一下，邓叔、怡清、永农早安，永农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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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总农永永早，永农早。OK， 过来。今天很早，对啊，因为我现在一个礼拜只直播四五六日，直播四天而已啊，所以早一点来，不然在家里太久没直播会忘记感觉。大家早安哦！最近真的，礼拜我弟拍五天，我拍四天，我弟拍二三四五日，啊我拍三四五六日，少一天以后真的差很多，就哇，真的感觉都休太久了，以前休两，哎、欸、我真的觉得休三天有点太久了。听讲长无好卖吼，啊？我讲恁囝，我看知啊，我看见，而且阁无啥鱼啊，最近啊无啥鱼啊，是要端是要母亲节啊贵啊是啥物？唔知，啊是人无去掠鱼啊，都奇怪。啊，唔知要几声啊？最近唔知几声啊？母亲节要搞，你知无？啊，礼拜就搞呢。啊，礼拜就搞呢。这礼拜日起，五月一号；下个礼拜日起，五月八。这个礼拜日就是五月第一个礼拜啊。哦，今是五七一个礼拜哦。对啊，今天27嘛。对啊，明天28、29。哎、欸，不，凤凰姐，5月1号、8、28、29，没啦，我讲唔对，5月14号才对。杨优米早安，凤凰姐，哎、欸，清洁。
过后，差不多要去了。有可能有一个拜二无倒去翕，阮有一个拜二应该无倒去翕，阮要去东港。拜二哦。应该是母亲节过了两个礼拜，拜二无倒去翕。阮要去东港。啊？对。因为一年干那一届尔，东港黑尾鱼，迄两礼拜。我弄一轮礼拜了就结束了，其实嘛无啥嘛需要，其实嘛无啥需要。明仔载休息困啊？明仔载休息困。明仔载通休困。诶，第五时啊。你明仔载第五时要休困？你要通？要看物件？姜油米渣、煤气渣、真空渣。小鱼渣。Hello， 文凯。民风早，文才早，建中早。我们来看一下桌面有什么。哎，今天无锅鱼。来，今天有无锅鱼，今天有综合碗。今天有综合碗。太新奇特了。然后靠这，靠，有那个大花枝啊，看到没？大花枝。但是它那是到，那是软丝哦。那是大靠腰，还是吃什么不然老师的金牛没办法大卵丝腰修，然后鳟鱼大吃的，然后马头鱼鹅啊鱼，这是海的，这看啥海的吧，金白啊歪的，那是歪的，这歪金白啊，那是歪的都歪，我这么海吧，看咱海呀，这是死的怎样？这不是吃的，不是养的。然后今天有花鲳哎，很久没出现的花鲳哦。然后蛤蟆，今天的虾子比较大只，灰灰。然后这边有安鹑，这里有安鹑，这里安鹑不知道几只。
看一下。护林的啊。哦，安条是护林的，安条是护林的。今天的卵丝很多哎、欸，卵丝，然后帕桃啊，青鱼片，蚵啊，维也纳，然后那边是安娜。安娜、哦、每次只要发安娜的影片都那个酸民都吵成一团，每次只要发安娜的影片酸民都吵成一团。哎呦，我那个酸民安娜好，哪里有安娜好？你不知道我那个捕鱼的时间有多少了？我那个捕鱼的时间，我从我阿公那边就在捕鱼了。我觉得我真的觉得男生真的是。八七招，对，姓洪在嘉义。问我今天在哪里？这里是丰原啊，这里是丰原，这里是丰原。美妆早。你哥哥要多少啊？我说你哥哥要多少啊？三只一百块的乌龟鱼。预警招。最近的那个鱼超级贵的哦，最近的鱼超级超级贵。现在无？现在拢无啊？嗯，你爱冬天才有。过年过节才有。哎，爱过中秋才有，才会出来。这个是大卵丝，这么大的卵丝，一只500块。朱妹妹早，东城早，超级大卵丝，你今仔载五龟仔来，无啥物鱼啊？今天招，今天招。不服吧你啦！暗条。暗条。嗯。就是九班呐、啊。牛小排。牛小排。牛小排。不见过牛来。牛来。对院里找，我把那个。志文找，志文找。今天有卖鲨鱼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今天没有鲨鱼。两位去了，两位去啊？两位去啊？哦，两位去啊？系两位去啊？但我迄个酒放个尔，酒个，看面个就对啦，吓啦，看肚面个。我地较大，你较少。我甲你玩少啦。你头先，你今头先买，我唔理你少。老公好个，敢无？
对哇。哦，对。随意啦。对啦，有有咧便宜的，不会贵的无。不太会啊。对，五块，五块，五块差不多啊。五块，五块，五块。五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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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啦，全豆全豆全部豆，阿妈讲的坑较臭臊，较有味。哎，鱼哦，鱼啊，你完全无倒，一定是爱倒来钓啊，倒来钓啊，吃落袂臭。这种你有滴尾嘛，尾扎来有无？迄种无坑无，较细。哎，迄种迄种无，迄种无坑，今日无迄，今日无迄，今日干只尔。会确凿。啊，你讲假蒸，莫有坑的无？无，我都啊都拢有坑，拢一边有坑，一边有坑的，一边有，一边无啦。一边拢一边有，一边无，拢共款的。有坑我靠。哎，好，无紧。过一下吧，还好顺无诶。过一下吧，嘿。还顺吧，好。偷走，偷走吧，就得做得做得。嘿，偷走。得得得得得得。得做。你不会吹来噻？得得。麻烦麻烦一下啦，两块钱啊，先搞弄住啊。跟你们讲一下，他明天好像要跟那个信宏去土城，他明天要跟信宏去土城，然后他要去找一下隔壁摊的，然后去找隔壁摊的去问那个卖玉的。你明仔载休困对吧？你明仔载要跟信宏去土城对吧？所以他要去问一下那个。永元闸，看一下，这个大喇花枝，难道是短枝哎？这个就是还活的，还活的金木炉，还我跟你们讲怎么分辨金木炉是海的还是养殖的哈？你看这个。皮肤是有点黄黄的，这个就是海的，然后养殖的，今天没有养殖的，今天没有养殖的。你这超黑鱼啥？嘿，超黑鱼。啊，做叫偌济？一斤。问问啥？五百。五百，啊，那一包五百多块。千里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差不多吧。八千。嗯。我一包太多。白黑鳞一千啦，啊，超黑鳞千二，这个白黑鳞啊。是两个吧？哈，两个是三个。姚冠军早 ，Solo 早，普龙早。啊，你有诶，啊未退休诶无？啊未退休。本来就是拢安尼啊。本来就拢安尼啊。嘿啊，嘿无结冰诶咧，吓。嘿啊。啊，千二哦。嘿。我花千二对吧？哎，我花千二对吧啦？我花千二对吧？哦，加载哦，我搁知影计少，拜托，我知影计少。金探早，鱼妹妹早。你们北上不会啊？小狗都小狗，然后。
那个可能要去跟他讲说，为什么不是他们撞的，要叫他们拿钱，应该这样子啊。然后要跟他们讲说，可能会不然就报警这样子，应该是吧？我想，我猜。阿姨早。乌林。哎，阿伯早。你这那一盘有人在问，然后他说没有，那个已经有人拿了。高度，减得慢。哎，在这里。好，这样。